小最强美包秀来喽！这个东西是传家宝，是我妈妈10年前买的一个包包。那时候里面有人就说什么这个包现在很难抢啊，你买得到我投给你，于是我就买到了。这个包款其实也是设计师的最后告别处。精彩内容请锁定《女人我最大》。